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造型师 Judy Chow， 这次非常开心呢，能够成为 Juxy 超新星比赛的评审。第一次评这么多帅哥小鲜肉呢，我自己也是感到非常的兴奋以及开心哦。然后我觉得呢，其实要成为下一个世代的超新星呢，最重要的是呢，你要拥有自己个人独一无二的特质。最后呢，我要说一下，如果你想 follow 潮流资讯，除了 follow 我们 Juxy 的潮流网站之余呢，也可以 follow 一下我本人 Judy Chow 在香港 TVB 最新的潮流节目，叫做《上海潮什么》。希望大家每天呢都吸收很多很多的潮流资讯，让自己变得更美、更帅、更有自信。谢谢，拜拜。